我叫艾米扎亚赫夫，今年18岁。2016年，就我妈带着我出国去探亲。那段期间，我跟我妈妈就因为家庭内事吵了架。我那个狠心的妈妈就丢下我一个人回国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去找了我妈那个朋友，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的和她的儿子。她把我们送到了一个教经典，每周一和周五晚上，他们就会专门的那种用讲经布道的方式来就宣扬自己那种极端的暴力思想。我当时很沉迷在于那其中，脑海里就形成那种极端的思想，心里非常害怕。当时我就想，以前我就在国内的时候吧，就接受那种国语教育，跟汉族人打交道，觉得我的罪行肯定很严重。我就想，我必须得清洗自己所犯下的罪。他们就那些人就每天跟我们就讲，就训教可以进天堂。我就想，哎，我就为了进天堂就是做圣战。我觉得拿着那种枪，就杀人，打打杀杀那种。于是我就跟他那个儿子，我们俩就一起商量，准备去那个叙利亚参加圣战，就告诉他的妈妈。但是他妈妈一听到我们这话呢，就非常生气，就说，如果真的想去参加的话，那可以把我送过去，但是他的儿子就必须得乖乖的那种留下来学经。我就当时就有点犹豫了，犹豫了就想，哎，他怎么会说是这种话呢？如果那种圣战真的那么好的话，那他为什么不把他的儿子也一起送过去呢？于是我就有点，因为当时的心情有点害怕，我就再三考虑嘛，考虑以后呢，我就拒绝了他，便决定不去了。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的家，我在那里特别孤独，也没有朋友，就非常想念我的姥姥，因为我姥姥就从小把我养大的嘛，我就只能依靠我的姥姥了。然后于是我就用我的手机给他发了个视频会见，就跟他见了面。我一见到姥姥，就当时吧，就那种泣不成声。我姥姥就跟我讲，孩子，我们也是非常想念你，你就赶紧回来吧。我就终于踏上了这回家的路。当我一下飞机，就呼吸了家乡的空气时，我当时就激动的泪流满面。来到这学校以后呢，我听了那些讲座以后呢，就终于就明白了那些谎言，那些都是那些三股实力吧，他们就利用我们这些就盲目的去信仰宗教的我们这些淳朴的那种群众来就迷惑我们，就我们就成那种人质，他们只是蛊惑我们到那边，就我们就成了那种中间那种交易，他们只是为了谋图钱财。其实就是教培就拯救了我，我真心希望能够用我本身的经历让人吸取，他们不要再做违法的事情，大家呢就能够学会那种珍惜，因为我们所浪费的今天呢，就是死去的人所奢望的明天。如果没有那旅行的话，现在肯定会考上那种我自己理想的大学，在校园里面就过着自己那种快乐的生活。我从小就想进入那种娱乐圈，然后考进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年轻，我还有很多机会去实现我这个，就为我们自己民族文化一分绵薄之力。